好，刚才我们讨论到阳明潮湿内结症，你临床表现，那么通过这些临床的表现，我们来看它的病机，就是热结阳明，呼气不通，这两个环节是互为因果的，不能说哪一个就一定很重，但通常我们强调的是热，实际上呼气不通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，因为大家不要忘了，我们说三个环节，热之经伤其次，其次本身就是阳明病病理中间的一个重要环节，是不是？因为既然是这样，它的治疗就应该是攻下热结，通降呼气。同样的，通降呼气实际上占非常重要的内容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不大便的核心问题就是胃肠失去正常的通降。我们中医治病就是要让人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，所以可以这样说，恢复胃肠正常的通降比排除一两个大便还重要。但是呢，这个治法呢，我们通常是这样表述，叫做攻下热结，通降呼气。代表的治方呢，大承气汤。这个方呢，大家在方剂学里头呢也学过，是吧？套话呢，我就不多说了。那么这个方呢，可以分出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大黄和芒硝，这是泻下药的一个相虚组合。可以说从一般泻下药的角度上来讲，一般泻下药的角度上来讲呢，是最强的两个药物组合。那一个药物组合，但我这里所说的一般泻下药，就通常我们常用的大黄的泻下力量跟肝虚是无法相比的，跟巴豆是更没的办法相比的，是吧？那是特殊的强力的泻下剂。因为大黄的用量，我们大家都看到，大黄的通常用量是一两。那么适量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大黄的应用，通常情况下是以十克作为一个标准单位，肝虚的标准单位是一克，是不是？一千比大概就是1.1克到1.5克，所以我们说标准单位是以克作为计量单位。巴豆的服用量是0.1克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得注意这个量级，是吧？你不要说我大黄的泻下力量很强，你拿去跟巴豆两个比，是吧？那就是说小炮艇跟航空母舰两个相比，那个东西咋比呢？那但是就说通常用的泻下药里头呢，大黄和芒硝有相虚为用，这是比较强力的泻下剂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厚朴和枳实。那么厚朴和枳实呢，主要是通降阳明、呼气的一个重要用，是吧？这个处方的重点不在大黄和芒硝。我们这里给大家写了一下，第一个我们说大黄，大承气汤、小承气汤和调味承气汤，大黄的用量都是适量，是啊。那在伤寒论里头，大黄的常用量就是适量，多大泻胸汤用了6两，大泻胸汤用6两跟肝虚那个比也比不上啊。那时候我们有的一说大黄用了，大黄用了6两，大黄用了6两，你跟肝虚两个比也比不上，所以他在这三个泻心汤里，这三个承气汤里头，它的重点不在大黄的用量。那么以大黄和芒硝比较，大承气汤中间因为大黄量是一样的，那么从芒硝这个角度上来讲，大承气汤中间的芒硝是用的3合，是吧？那么调味承气汤呢，调味承气汤是用的半升，
如果你要强调妄消，那就是调味成鸡汤比大成鸡汤的泻下力量还强。如果真的要讲单纯的泻下力量，确实是调味成鸡汤的泻下力量比大成鸡汤的泻下力量还要强一些。所以因此其中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知识和厚朴。这里我附带把第三个问题讲了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厚朴知识，就是大黄的建筑时间。因为大成鸡汤中间有这么一句话，大家就注意到了这句话：上四味，一水一斗，先煮二物。这两个就是厚知识和厚朴，其无声，其质，拿大黄。更筑其二生，那么就是说这里头就是大黄就厚下。所以有人就强调大成鸡汤中间大黄，大成鸡汤之所以要大成鸡汤泻下力量强，就是因为大黄厚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问题。这个地方我比较了，就是光将大黄加进去以后的建筑时间，大成鸡汤和小成鸡汤调味成鸡汤的比例关系是这样子的。大成鸡汤是最后取五升用一以后再把大黄加进去煮到两升，也就是说实际的建筑时间这去掉的水分是三升。小成鸡汤是用水四升，是吧，煮去1.2升，去掉的水是2.8升。调味成鸡汤是1水3升，煮去1升，去掉的水是2升。那么大家看看这三个成鸡汤，大黄加进去以后，大成鸡汤煮的时间最长，调味成鸡汤煮的时间最短。所以还是句话，如果单讲泻下力量，调味成鸡汤比大成鸡汤强。所以我们要是说大成鸡汤的重点在通降腹气，那么核心就是知识和厚朴。那么知识和厚朴的问题在两个地方，一个是用量，是吧？从知识来讲，大成鸡汤是用的5枚，小成鸡汤是用的3枚，而且还用的是3枚是壳，是吧？但实际上在汉代，知识之壳没分，是吧？如果从厚朴来讲，大成鸡汤用的是8两，小成鸡汤用的是2两，这个差距就非常悬殊。那么再从建筑时间，大成鸡汤由于是先煮知识厚朴，就相当于是9煎，因此它的胃发挥的最充分，它的通降力量，辛开苦降的这个力量发挥得最充分。所以我们说大成鸡汤为啥子叫成鸡汤不叫泻下汤，就它的重点是在通降阳明腑气。那当然我这里不是否认它有泻下作用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看一些条文。第一个条文222，这是我认为啊，这可能有不同。这我认为大成鸡汤症，也就是阳明潮湿内结症最重要的一个条文。为啥子把它说成是最重要的一个条文，就是这个条文强调了两个最重要的临床指标，而且涉及到了两个最重要的方面。就我们在临床上看大成鸡汤，从症状的这个角度上讲，就注意这个问题。而阳明病太阳症吧，阳明病可以从太阳病发展来，太阳病发展来可以形成阳明精症，也可以直接形成阳明腑症。单发潮热，手脚急然汗出，这两个症状我们反复给大家强调。大便难而沾瘀，大便难说明了大便的异常，沾瘀说明了神志的异常，是吧？两个代表性的临床表现，两个代表性的重要的方面，大家讲到了下肢赘瘀，也大成鸡汤，是吧？好，212条呢，就是注意有一些话我们是从上头来的，
所以我就不念了。不大便，是不是啊？伤寒弱，搓搓加厚，不解不大便无路日。这个不大便，伤之十余日，日扑所发潮热，这实际上点了潮热。不寒，毒瘀如见鬼状，这讲到了毒瘀，这就这个病就比较重了。跟他讲的是毒瘀，若疾者，发者不是人，寻医摸床，啼而不安。讲了寻医摸床，微揣之时，微揣之时，如果真正出现微揣之时，这个病就已经很重了。揣是阳明呼吸不降，影响到肺，肺是宣降，说明肾阳出现严重障碍。之时是阴经严重损伤的一种表现，也是失神的一种表现，就眼睛不晓得转了。我们不是讲说我们望神望哪里，望神就望眼睛，现在眼睛不晓得转了。眉眩者生，色者死，就刚我们刚才说了，色一般提示气机阻滞非常严重，鬼者精液损伤非常严重，愈后很不好。当然不是说一定救不过来，但是这确实是个危重病症。危者淡发热，沾瘀者大承气当主治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的沾瘀，不是说没得潮热这些问题，潮热这些病症还是有，但是呢，就是说如果病情不是很重，大承气当还是有效。如果真正都到了气机肾阳出入严重障碍的问题，大承气当不一定能够把整个问题扭转得过来。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我用了这个方你就该好，那大家还得看疾病走到哪一步。若日一服利则治后服，大便通利了，即使病没有好，大承气汤原则上可以不用，那么用啥子？用小承气汤，或者甚至改用，让我们前面说给大家讲的治治后服汤。所以伤寒痛经的伤寒论，他讲的这个治法是一个系列，不是说一个大承气汤吃了啊，那个就所有问题都解决。当然也有这种情况，那就往往有一个善后的问题。好，239条，病人不大便无路日，扰疾痛，烦躁发作有时，持有潮湿，故是不大便的。这一条请大家注意两个问题，一个就是扰疾痛从这儿出来，二一个就是有一些阳明潮湿类结症的病人，气机肾阳出入障碍不是很严重，他也可能不出现神昏，就是出现烦躁。但是我们在实际临床的时候，一定得把这个事情分清楚，它究竟是一般的烦躁，还是神昏表现出来的手脚潮扰啊？这个我们一定得多花点功夫，注意把它分清楚。242，病人小便不利，大便杂乱杂异，这杂乱杂异就出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说重点是其次，看后边。揣毛不能卧，说明气机肾阳出入严重。你看，揣是肺气不降，毛是邪热上冲，也是一个神明不清的现象。好，下面讲一下阳明三极下沉。所谓阳明三极下沉，可以看出是阳明潮湿内结症的变相，不按常规出气。我们不是讲张仲景在判断阳明潮湿内结症的时候，他非常强调两个病症：潮热、手足急然寒出。但是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，可能见不到这些临床表现。当然，这个三个条文在叙述中间有它不足的地方。既然我们叫做是阳明潮湿内结症，肯定有大便的异常。至于大便异常是什么，我们可以先不管它，那肯定有，他没说，他就是不足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样子一个所谓阳明三极下沉？就是它没得阳明潮湿内结症的标准表现，是一种反常表现。
那么围绕着我出现这种反常表现，就是在病理的三个环节中间某一个环节表现得特别严重，因此在临床表现上就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现象。但是这种现象虽然不具备典型的临床表现，但这是一个重症，我们应该及早采取措施。所以为啥要记下？那么对三级下的要求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你还可以说现在这三个条文是要求背的，给220条，是吧？那么我这个要求就是：第一，弄清楚能够把握住哪三个条文是阳明三级下症；那么第二，这三个条文究竟它的代表性的临床表现是什么？那么第三，它的病机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它的病机的侧重点在什么地方？好，我们来看252，伤寒六七日，目中不了了，睛不活，这是他的临床表现的特殊性。无表的症，所谓无表的症，就是没得典型的阳明病的代表性的临床表现。大便难，这是大便异常，身为热者，这只为热，没得潮热。此为实验即下肢你拉扯起来，所谓目中不了了睛不活，就是第一看东西不清楚，第二眼睛不能正常的转动。但是它和直视比较起来，它比直视要轻一点，如果真正都走到直视那一步了，那确实是比较重的，就是眼睛根本不晓得转动，是吧？就是刚才不是我们讲了吗？是吧？只是就是眼睛直直的看到前方，实际上就是眼睛不晓得转动，这是个已经是个神昏的重症了。睛不活呢，就是眼睛的转动不灵活，还没有发展到直视这一步。那么这种现象呢，是由于精液粘着身上，精液粘着身上过后，影响到五脏六腑之阴精液受损。我们都知道，眼睛是因为五脏六腑的精气都上注于目，所以我们的眼睛才能够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。那么现在五脏六腑的精液粘着身上了，不能上注于目，所以眼睛看东西不清楚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不能濡润睛筋，所以眼睛的转动也失去灵活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条文。这个第一个条文就请大家注意，第一强调目中不了了睛不活，是因为阴精生伤，精液生伤严重了，影响到了五脏六腑的精筋生伤。那么第二个是阳明病发热寒多者即下肢逆大肠其他，这个条文我们在理解的时候一定要补入一个有大便异常，只有这个大便异常是什么，我们可以不去追究它。如果只讲发热寒多，那是阳明白腹汤症、阳明精症，所以我们在前面都讲了，阳明发热寒多，由于热邪滋生，鼻涕精液外出，所以这是热邪滋生的一个例子。我们先把下面两个条文讲了，回过头来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。254，发汗不见，腹满痛者，即下肢逆大肠其他。这里的着眼点在腹满痛，但是要结合到前面来看，腹满痛。重点是其次比较重，但是还有一个隐含的条件，就是疾病的发展非常快，就是迅速的出现剧烈的腹满痛，这是其次为重。即使这个病人没得潮热，没得手足急难汗出，我们也应该采取迅猛攻下急下的方法去治疗。好，最后附一句，因为255连到一起，
腹满不减，减不绝，当下肢逆达成其他。这就是我们实际上刚才讲了，这种腹满的特点就是积按，而且没得缓解。好，现在回过头来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，253，发热汗多，积下肢逆达成其他。这是我当年在基层的时候遇到的一个病例。这个病人是一个林业工人，那么既然是林业工人，通常情况下这个身体是比较壮实的。这个人因为腹泻，当然这个腹泻的前期情况我们并不太了解，是送他下来的其他工人讲的，说他拉肚子，估计他这个腹泻的程度还比较重。他们其他人呢就看到他在清自己的包包，清啥子呢？清原来开的治腹泻的药，是吧？因为他这个林业工人临床里头呢有一个简单的医务室，像这种有点小病痛啊，可以到医务室里头去拿点药。那么通常腹泻呢，那就给他一点利特林。那么通常情况下就是给他2-3天的药，是吧？6片到9片。据其他工人说呢，他从包包里头到处收了一阵呢，可能收了很多包出来，他最后把这些所有这些包里头的这个利特林呢全部偷出来，一次就把它服用完了。我们分析，既然是很多包，肯定就不是2-3包，这比2-3包还要多一些。那么再加上他可能原来吃了一些，估计大概就是一次服用利特林的量可能在30枚，所以他那个不完全是一个外感疾病，他有点药物的因素，但他跟外感疾病有点关系，因为他是从腹泻开始。他把这个利特林吃下去过后，肚子倒是没拉了，就发狂，就乱闹，所以临床的工人呢就把他送下来。送到病房里头，就在这个病房里头叫了3天3夜。当然我就是说叫，我没说他是沾于说，后来我清楚了，因为那个地方也比较狭小，所以我们住的地方跟这个病房里头距离也不是很远，最多就是几十米，所以我就听他闹了3天。第3天下午，病房里头的护士长跑来找我。这个护士长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说法，应该这样子来表述，是我们四川省第一个获得了林格尔奖的，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全国第一个获得了林格尔奖的护士长。他跑来找我，他就说，傅医生，我们收了一个病人，什么镇静剂都给他用了，镇静不下来。我说我听到了，闹了这么3天。他说看中医能不能想点啥子办法。我说那行嘛，我说我去看一下。当时我正在培训农村医生，我就带了2个学生一起去。因为他这个闹噻，所以他就一个人住了个病房，再加上还有几个照顾他的人。我这个一推门进去，一股热浪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说有些时候定义说什么叫切诊是用手去接触病人，我说不见得，我说我用身体去接触病人，是我马上就感受到这个病人热身，一股热浪就出来了。因为他要发狂，所以就用纱布绷带把他约束在这个病床上，两只眼睛是闭起的。我摸了他眉，没红大，而且一摸眉就明显的感觉到他那个皮肤上头是湿润的，那么发热很多就沉溺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我才想，他为啥子叫只叫不说，牙关紧闭，两手握骨，要说不出来，只要叫。我
们紧接着看病的时候不停地在叫。所以面对这个病人呢，我不是做带，我带了两个参加培训的乡村医生，我就叫他们给他先扎针，拿着扎夹车，扎颌骨，再扎两个三阴交，夹车一扎，嘴巴就扎开了，颌骨一扎，两只手就拨全了，是吧？九三零把它没得直接明显的效果，就给他吸热，然后就给他开了一副大程序了。开了药以后，我就没管理，我那边还有事儿。当天晚上大概十点过以后，这个病人不叫了，不叫了嘛，办法两个结果嘛，一个是吃我就有见效了嘛，二一个是闹了三天实在生不起了嘛。第二天早上九点钟，我又到病房里去，这个病人眼睛已经睁开了，因为当时没注意去看他的眼睛，反正已经判断是这个了，所以我们就给他处置，眼睛已经睁开了，而且能够转动。我摸了哈，没还显得红大，因为他自从吃了那个药过后，到吃大肠镜之前没见过大便，所以我们又给他补了一剂大肠镜，因为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外感镜。两天以后，这个病基本上就好了。所以这个伤寒论上头这些论述，发热寒多即下肢，一大肠镜。当然，我就说有一个附加条件，大便不通。如果光是发热寒多，那可能是个白虎当中。好，但下面我们就说一下大肠镜的临床应用。我们就先讲有些东西没有涵盖，但是我重点讨论这个问题。那么第一个就是症用，就是阳明潮湿论结症。刚才我们说了，阳明潮湿论结症从标准的情况下来说，张仲景非常重视的这两个症状，一个是潮热，一个是手脚清凉寒出。这两个症状你人中见到一个再有大便不通的这种现象，原则上就可以判断。当然你要准确诊断，那可能还有些推敲的地方，但是基本上可以判断。那么借用大肠镜的扩展应用，第一个可以用它来治疗阳明潮热气滞腹湿症。这个说的有点文绉绉的，说的通俗一点，就是可以用大肠镜去治疗小肠气滞症的重症，就是热不是很重，气滞很重，我们用大肠镜也可以。二百一十七条，汗出沾瘀者，已有潮湿在胃中，此为风液，西下者过经乃可下之。下之若早，瘀炎必乱，以表虚的是故也。下之瘀，宜大肠镜。就阳明腑湿症，不一定是潮湿，不一定有潮热，不一定有手脚急汗出，主要是气滞，因为这里强调的是沾瘀。汗出沾瘀是张仲景判断小肠气滞的重要的指标性的临床表现。所以为啥子我要这样子讲？今天可能讲不到小肠气滞，下一次讲。那这里我们提前讲一下，大肠镜的这个扩展应用，可以用来治疗小肠气滞症的重症。这个地方用了一个术语，这个术语，至少我们学完了过后，我们应该晓得，是吧？表虚里实故也。什么意思？下肢若早，瘀炎必乱，以表虚里实故也。这个地方的表虚，虚是受邪，实是不受邪。当然，在这个地方的具体内容就是说，表里同病，表症重疾，里症不重疾。太阳与阳明同时为病，表症重疾当先见表。我们上一次不是给大家举了可以考虑用葛根汤吗？就先见表，或者是以见表为主。要表症去了以后，真正是阳明腑湿症，那么原则上才能够用下法，特别是用大肠气汤这类的比较菌物的下法的时候，我们更要注意这个原则。这里附带给大家引了一句，
伤害人伤害利益的话，所以我目前也曾经提到过，有人说伤害利益是王树和写的，我们说不管是哪个写的，只要他符合张仲景辩证人直接指导思想，他就是对的。张海丽说这句话也是说的歪歪绕绕的，夫阳神阴虚，寒之则死，夏之则愈，阳虚阴盛，寒之则愈，夏之则死。我把后边勾了，是吧？所谓阳虚阴盛，就是前面所说的表虚里实，表里算阴阳嘛，表为阳嘛，里为阴嘛，是不是？既然是表证为主，当然该寒。如果表证为主，加一些下就错了。我们也曾经提到过，学习伤寒论，学习中医古典著作，凡是涉及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的问题，在哪个具体地方，他该怎么讲，这是一个难点，也是一个重点，啊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注意这个问题。第二个虚实，因为毕竟大承气汤有通下有泻下的这个作用，所以可以用它来治疗虚实。当然用大承气汤去治疗虚实就用不着那么多的标准，是不是？用大承气汤就是说治虚实最简单的标准只有两条，哪两条？第一条，确认有虚实，是吧？我们现在不是经常也给病人打招呼，端午节要来了，吃粽子嘛合适点，是吧？你说我就喜欢吃那个，我一顿吃了五个粽子，要吃的叮当响，那你只要能够确认他是有虚实，吃的叮当响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这个人的身体还比较壮实，付得起这个代价，经得住大承气汤泻，你就可以下。所以如果是虚实为病，你就用不着去抠上头的什么潮热啊，什么手脚急的汗出啊，是吧？什么沾雨啊，那么的。所以大夏后六七日不大便，烦不减，腹满痛者，此有潮湿也。水然者，本有虚实，故言你大承气汤。这里就没提潮热，没有提手脚急的汗出。所谓读伤寒论，就要张仲景为啥子反复讲这些问题？他就是把这个区别讲出来。好，下面我们还有点时间，我们阳明潮湿气滞腹实症。这就是所说的小承气汤症，刚才我们时常已经点了临床表现。张仲景在判断小承气汤症的临床表现的时候，他主要抓了两组症状。第一组沾雨，我们前面说了沾雨是神昏的临床表现，但是神昏是峭壁的临床表现。那么既然有峭壁，就有气滞的问题。所以张仲景在伤寒论里头对于气滞腹实症的代表性的临床表现，他强调的是沾雨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多汗会小便涩。那么这一组临床表现的意见是什么？津液身上的程度不同。这个问题说的是现在精液身上的程度不重，才可能多汗，才可能小便涩。那么既然精液身上的程度不重，再朝上头推一步，热重不重呢？热也不重。阳明病的三个环节，热不重，精液身上的程度不重，剩下的哪个重呢？气滞重。这张仲景在伤寒论里头，他实在是这样描述的。
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病症呢是胃潮内实，气滞偏重。那么治法呢是泻热通便，消滞除满。代表的处方消承气汤。那消承气汤刚才已经讲了，那但是这里请大家注意，伤二为一岁死生，主其一生二虎，取之分温二腑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消承气汤的标准服法是一次吃六合。好，我们下面看看消承气汤的应用。这个213条可以看作是消承气汤症的代表性的临床表，代表性的条文。阳明病，其人多汗，以津液外出，胃中潮，大便闭硬，硬者沾瘀，消承气汤主之，若一服沾瘀之者，更莫复服。特别是最后一句，消承气汤的治疗效果重点不再强调大便通，重点在强调沾瘀止。那么消承气汤的临床应用，第一个是症用，就是阳明腑实症偏重在气滞。那么第二个是解用，解用第一个可以用来治疗阳明潮湿内结症，也就是大承气汤症的轻症。消承气汤症，消承气汤可以借用来治疗大承气汤症的轻症。好，我们看看214条这个条文，这个条文我把它拆散了来说的。阳明病，沾瘀发潮热，每化而积者，消承气汤主之。这里请大家注意的要点在潮热。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说，潮热是大承气汤症、阳明潮湿内结症的一个标志性的临床表现。那这个地方应该这样来定位，但是它的梅花而急，说明那个焦急的程度不重。正是因为程度不重，所以可以改用消承气汤。接下来请看下边的问题：阴郁承气汤一升。刚才我们也说了，消承气汤的标准服法是服好多六合。那么这个地方是给了消承气汤是一升，因为上文说的是消承气汤，所以这个地方的下文的承气汤就是消承气汤。整个消承气汤熬出来的只有一升二合，就吃了一升，基本上属于炖服。那基本上属于炖服。还有话说，就是用消承气汤来治疗大承气汤症，可以把消承气汤的服用量增加。啊，接下来还有这个用法，除了治疗以外，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因为出现了梅花而急，那就判断它是不是阳明潮湿内结症，所以还有一个试探的意思。试探有三原则，第一个原则最大可能性原则，那么上面我们辩证了，这是个阳明潮湿内结症。第二个原则试探一轻，所以为啥子用消承气汤不用大承气汤，就试探一个原则，试探一轻。两个处方都可以选择，但是从试探的角度上来讲，我们可以采取轻的这个处方。试探的第三个原则已经体现了，什么原则？试探一顺，不要整得太杂。那消承气汤应该说是很顺的，就这么三味用，是吧？单顺，试探一单顺，你不要整个大包围去试探，嗯，就试探的三个原则，最大可能性原则，也就是说在辩证的基础上去试探。第二个原则是试探一轻，同样的这个处方里头选择比较轻的一个处方。第三个原则就是试探一顺，比较单顺，不要整得太复杂。所以这就是试探。那么吃了承气汤以后，是不是啊？
吃吃进来以后，如果出现腹中转气，就是腹中气动，这个转气不是湿气，是湿气的前兆。哎，吃了过后肚子里头有反应了，啊，那么说明潮湿异常，就阳明潮湿的结症确认了，可以用大承气汤，也可以考虑急用一点小承气汤，更服一生，再给他吃一生，是吧？若不转气者，如果吃了小承气汤过后根本没得反应，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是太阴毒，所以吃了这种苦寒泻下的药物没得反应，吃太阴病的可能性比较大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不要说大承气汤不能用，小承气汤也不能用，怎么治疗？以后到太阴病我会给大家讲。若更医者，是吧？这个里头缺了一句话，就吃了小承气汤，小承气汤本来就有泻下作用，如果吃了小承气汤大便已经通了，那么可能第一种情况就是好转了，是吧？至于是不是好彻底了，是不是需要再给他吃个滋滋食汤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，但是反正他就是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那么还有一种情况，今天解了大便，明天又不大便了，而且没还出现了无力而舍的现象，这是理虚。也就是说，小承气汤给太阴病的患者吃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不来气，而一种是腹泻，腹泻了过后又不大便，而且没显得来没得力。那么这种情况叫做理虚为难治，不可更医承气汤。刚才我们说了怎么治到太阴病，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。那这就是214条这个条文，那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些补充。那么还有一种情况，用它来治疗阳明湿犯症，阳明犯潮，但是有大便不通的问题，暂于这些问题可能并不是很突出。太阳病若吐若下发汗后违反小便说大便阴硬者，与小承气汤合之语，这里就没讲沾雨，也没讲潮热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湿犯症，因为有大便不通，它又符合热血不盛、经伤不盛那这么一种情况，出现犯潮，那么可以考虑用小承气汤。除了用小承气汤，我们还可以考虑用啥子？前面给大家说的，可不可以用栀子厚朴汤来治疗这种介于稀饭和湿饭之间的这种病症？因为栀子汤的栀子厚朴汤有腹满，当然我们说这个腹满不一定是腹湿症，但也不一定就不是腹湿症，所以临床上有很多病症它是可以互相缓解的。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里头，如果讲他不足点，这是一个不足，是吧？就是咋个寒解？实际上呢，有的地方呢，他是点了，有的地方呢是没有说清楚。好，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。